是呢，我不做三件事情。什么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OK。不做背叛良心的事情。不做欺师灭祖的事情。啊，欺师灭祖的都不做。对，所以说就是你不可以拿着鬼卡说要我就是杀了一个人之类的，不可能。这不可能，其他的都可以。比如说你要我跟你签名啊，或者抱抱啊之类的那个。哇。